哥几个，我感觉这事儿靠谱啊，咱就等这一个机会呢。行，准备，一会儿啊，咱就施展浑身解数，对，咱就把撞倒拿下。一、要、嘿、扣、八，撞倒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哎呀，撞倒，人如其名，高大威猛，这一开门差点给我给撞倒了。欢迎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，热烈，这还挺热情是吗？这三位就是你说那三个朋友吧？我好哥们儿师萌已经把你们的资料给我了。你是方向对吧？对对对，方向演过130多次影视作品，演了130多个死尸，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。哎呀，挺坚强。你是天福吧？对，小伙子形象不错啊，演了32次匪兵甲，32次匪兵乙，这敌我关系还挺平衡。还演过一次大树。大树啊，植物都能演，好演员好演员。剩下那个是捕玉对吧？对对对，捕玉演过130多个影视作品，129次死尸，还有一次特约，是露过脸。露脸，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，什么角色？蒙面大盗。我还演那戏全在眼睛上了，老好了。居然给我这样一下。行了，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现在开始试戏。好，我们现在筹备的这个戏啊，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之间的爱恨情仇。咱们现在是被人刺了一刀这么个戏。得一个一个来呀，这我能看出来什么呀？再说我带了 DV， 给大家留点影像资料，一个一个来，谁先来？老方，你先上。先上，我先来。行，导演好，方向是吧？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我这疼啊！不行，哎妈呀！给镜头，给镜头。哎呦天哪！给。行，哎呦，导演得喊咔，哎咔，怎么样？给我都累够呛了。不是，我意思是你是一个演员，你要有镜头感，你得看镜头啊。呀，导演，那我再来一次呗。你别来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样下次啊，下一个来，回去吧。天福加油。哎，导演，哎，天福，哎，小伙子形象不错，但我友情提示啊。注意镜头感。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呦，这仇视的眼神好啊！哎，就是你别光看镜头啊，你身后有追兵，不是你够不着，你转过去打。就是我一，你这样，你看血。看血，我意思看伤口。啊！行，导演，你想问我怎么样是吧？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太有镜头感了。哎呀，导演，我没注意啊，我要我再来一次。你别来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下次吧啊！来下一个，导演，不遇是吧？哎，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。主要注重戏剧上的这种张力，张力，你有张它才有力量，你明白吧？明白。注意把这个反差演出来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来，啊，准备，开始。远景。近景。哎呀。